还什么八仙祝寿？寿仙饼摇。原来后母寿是天正以来中的第一个家庭名，原来陈慧庄所谓的什么寿，他起名罗素黄顺荣，今年来展所下，他的新水理事会66组首席顾问陈建明。所说的说你要带他罗秀东发生的时间来找花堂这些解得了我是去罗秀大家都有什么现在都没有问题他先会开头脑袋富贵的熊坐起来风飘雾顺从起来夜夜火火龙不开原来后北斗神圣圣来都叫心灵就想不及要看不活就是六千不能反复你寒塞来更重不修复重心仪那重心仪不想自己哦重心到底下鳄鱼下去下鳄鱼恭喜恭喜驾驶就会都打击何时何年何头开发现祖国的道可来爱动就是英雄的身体因为我们的梦中学会一首流干的来说既然做罗马比数他边境安满足的熊这是一拉很大的困难的做什么的当我把红书抓下去出来被一拉人乖怕的一些人来跑手机出来被许多人心碎的风雨当的下巴里出来被阿乐满过的这个人是台湾政府的什么声音我要先跟大家来给你拜托来大家掌声这边请你聊拜托我们恭喜恭喜今天这是龙虎山虎山地图最高收礼为公务正式举办修复家因为公务正式举办修复上面来收礼公务人这么大的一次一旦修宅两个宅修理两个的意思家当空开看什么当高楼开家当空开看什么当来不上家家当开数十年当公务宅招人把空中夜里当楼不穿正式人分离茶白不再空了不穿拜个台不安沙百七十观众再几次这个人请来观众朋友刷虾刷虾靠近朋友我来看北马的 PD 上次是开会了再修一碗一个杯一两个茶反正反而提我来中国马的路户户一般来过看起来感谢蓝日光八仙祝寿哦，这也是呢近几年呢一般我们看歌仔戏呢都要在哪里在戏台这边放照放歌那录在我们的民俗绕境过程哦那八仙呢原来是北斗是真正的那就是第一就是第一买了这边的正红花瓶子，来当台湾风景好自在，开箱两鱼两台风，准备的好东西。66组圣驾莅临淡水平安诗庆赞红盘六年雄踞中枢那怎么做莅临咱淡水平安诗庆赞红盘吴信如信书在这里请求礼品呢来呢共款来已经到咱清水中枢66组来必有淡水平安西今年呢大大万万顺利老健平安大赚钱
清水祖师六十六祖，恭送祖师圣驾，也请祖师具留神恩护佑，留下众弟子。